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神点复合弓拉锯的调整。来，量。现在是12档位，最长档。拉锯大概在30寸左右。行了，松手。现在咱们这个是最长档12档位，咱们这组轮组呢是上下对称轮组，所以在调节拉锯的时候呢要上下同时进行。这个为定位螺丝，这个为档位调节螺丝。现在我要先把定位螺丝松掉。然后将档位螺丝取下，在这时可以任意调节我的档位。现在我们把档位调节在一档，从12档变成一档，让它成为最短拉锯。然后将定位螺丝固定，再调上轮。同样的方法，将定位螺丝拧松，然后将档位螺丝取出，将我的复弦轮旋转至一档的位置，定位，下面测试拉锯。这是一档的拉锯范围，大概在24寸左右。这个拉锯对于我来说有些过短，我要将它变成从24寸变成25寸半的弓当。现在我要将一档的螺丝变成5档的位置，咱们这款轮从内侧1、3、5、7、9、11档，外侧2、4、6、8、10、12档，也就是说我要从第一个孔把它移至到第三个孔，1、3、5，5档的位置，来实现我的拉锯。螺孔前后，也就是上下每移动一孔为一英寸的变化，左右移动为半英寸的变化。可根据个人需要随时调整。同样的方法，将下轮也变成5档。合适。